十款的新娘，蔡昌宪小姐，哎呦，嚣到三百个安尼啦！哎呦，你看卖哎，新娘水当当，百里拉一定会地印红。前孙，首先我来介绍咱今仔这个新郎官柯志和先生，按个看卖啊，这个体格高刚腰、零斤的高小丁，还佫袂破病，啊，若要嫁吼，就嫁这种的，唔要嫁像咧阿德老师这种的三皮八个螺丝卡。啊，阿款的新娘蔡昌宪小姐，哎呦，嚣到三百个安尼啦，哎呦，你看卖啊，新娘水当当。百里拉一定会地印红，最后我要祝这对新人会当一帆风顺，祥喜临门，三阳开泰，四时无灾，五福临门，六畜兴旺，七星高照，八节中春，九九团圆，十全十美，最后新郎新娘送入洞房，恁讲好无？新娘的心地，新娘果然真美丽，可惜头壳骨咧咧，一个少爷真正臭到甜，前对后强话看详细。谢谢孟贤。